感觉有点湿润，有点怎么碰到了台？哎，这一个，有点，你为什么要收手机？你那只手机已经全球点错了，有点湿润。今天不太对劲啊，感觉屏幕冒出了一些不明液体啊。敏敏现在跟的位置也是比较乐观的，对，应该不一定乐观。啊，哎，你这边贴死了，一直又在旁边说，云海也歪了。哇、哦，这一把凝球弹丝延续，如果还能做成的话，这个冲线还是没问题。我们敏敏在这个位置在反枪，紫聪杀出去了，又回来了。这如果要是绿牛之间没有交替的话，这个距离很难交替了。嗯，很难。又交替了。但是云海有点歪，路线不是特别完美的情况下，小鱼并没有被拉开太大的距离。哎，又失误了。现在就有点大了，对，但是这煤气对于他来说，这个卡满以后还有一个对抗的优势。我看这边双人，哇，直接把逆行卡到后面墙上去了。这一波其实是一个误打误撞的小连带，但是对于 AG 来讲，整体分数将会非常的乐观。是，今天调整以后，前面 AG 拉康也出现了一波复位，但是紧接过来以后，再被明明给挡上了墙。反超倒是不至于，哎，掉下去了，真反超歪了这个点，看一下，可以直接完成了冲线。三人飘过来之后，这个路线找得非常的好。哎呦，这个弹射直接上墙了，距离没拉远，没有想象中远，其实。对，但是前面会拉远的，因为有那个车。快超过来了！除非有人会死墙。又来了，除非。这样落地下来之后呢？如果小玉也开始出现了。哎，再弹极限完以后脱飘了，中间没有了一些优。对，现在来看的话，还是挺稳的。以及有没有失误、啊？对，第二天比较关键。刚说完就来了，以及先给了一个失误之后，云海来到领跑。落地 CW。这颗墙其实还有的追吧，只能说看清。哎，又一个脱飘。那就没得追了呀。看一下后半段的一个极限延续 WCW 以后再直接一个弹射延续过来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哦，但是这个金刚失误了，云海已经上来一个内道直接卡位，给了距离已经拉近，看一下后半段的路程有没有机会对抗的。有机会，哎呀，上墙了。这一个点飘啊，看一下这一个路线压车以后，看一下点飘路线还是要不错，双方的路线。当初说完，其实逆行就撞到了磕到了墙。云海的稳定应该不会出问题。对，你在哎哎，刚说完，你还是不了解云海，你还是不相信解说台。对，一个长直线还有这么长的距离呢，一个车身呢，可以追。这里又拉远了一点，拉远了好多。哇，是脱了吗？对。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可后追进。来了小草丛，哇，就是细节真的完全看不出他是二指啊。哎呀，上墙了，肯定是二指的，没什么关系。对不起，这把危险了，这董哥要把我的牌子抢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他也回来，但是还在前边。那没事了。把孙孙压住。从正着哎，稍微投票了一下。对，那最后第一还是残缺的。对，哎呀，也不一定啊。点飘，展开路线，悟空很好，但对 ECU 换歪了。对 ECU 干扰到了。是，这把有24.2吧？对，绝对有啊啊！哎，小鱼现在是落到第三名。对，哎，但是脱飘了。哎、谁？长城第一摔到底属于谁？没有人摔、哎、哦，但是还好是过来了、哎、没有出位。哇，这有机会，而且他出弯也有一种牵引的感觉。而现在的距离对于阿诺来说是比较稳定的，因为已经来到第二圈这个点，只要这里星星不少，好像是两个人之间啊，也要注意别磕在一起。右上这边再次先飞稳住，又下去了。谁？天巡始终能在起步的时候占据一个第二名的位置，就大家都是同车的情况下，哎，歪了呀！刚说完，现在蛋仔，你看羚羊，哎呦，咱不看好吧？记录有了，这个记录，三连飘过来之后，这个路线找得非常的好。
哎呦，这个弹射直接上墙了。现在最后的局势，悟空只要这个侧身不出现失误就没有问题了。这里杨杰的控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，云海有机会，那云海也脱飘了，也是有受到影响，只管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看一下云海现在能不能稳住吧。哦，地下42秒5啊。对，这就是机甲的魅力，他可能用的就是最长的。哎，这个跳台如果都在自己的节奏里面，不大可能出现失误，可以说稍微保守一些。这个起手要不要用顺侧？哇啊，就又变成了 DCR0 跑。是的，在这段路前面领跑的人优势实在太大了。哎呦，云海逼近，但是后面的这一个顺侧的目标，谁防线谁破纪录？哎呀，脱飘了！不、哦，被云海反超了，还是拿了的功夫。但是刚刚说完，铁头就复位了。是的，而且后半的狮子也已经反超了逆星，而且拉开距离后感觉有点求稳。哎呀，被吓住了，又是这里。虽然说失误的姿势不一样，但是怎么说？云海，放心吧，不用，都在第二圈用，全部留在第二圈。那不哎，逆行歪了，歪了。没错，云海这个管控是非常的极限啊。会不会是这样？哎呀，怎么没有啊？金阳手里面握着一个 ECU， 但是这个漂飞要掉了，掉了呀。这里的飞跃，哎。哇、啊，这个刹车按了那么多下，这么狠啊！看一下前边这一公板桥，哇，都掉下去了，二次漂移了，这一个二次漂移可能就 GG 了呀。对，这个进道子通有上去对抗卡一下的机会，哇，哎呀，急了呀，他也知道这个弯道是一个机会。这个出弯的话，按一下停滞好了。在等到阿诺这位置，阿诺卡进，哎，前面复位了，这一个复位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就多刮碎一下，看延续能延上。哎，前面阿诺阿生都没有进到、啊，我的天，这发生了什么？哎，这波刚好两个人来了一波互相的投石，只能说每一个翻盘都是需要，没有什么机会了啊！过来之后，你说还掉了，哎呀，又掉了，这还要走这边，还得复位，没了。就看这个进到点了，悟空有没有机会够不到、哦、这个角度根本没有办法冲撞到，继续飘飞上来之后一歪了、啊、这样的话悟空最后捡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很难打，真的挺难打的。对，就看出哎云海这里哎还有一下底气，林阳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弯道，哎呀，又脱飘，就剩一个 WCWW 最后的一个弯道进到点，要撞吗？撞了，撞了，但是阿诺完成了重现，冰魄也是比较强势的，嗯，而且容度也很高，看一下这里，哎，上哇，两个人全上墙，有连带，是连带，会的话，得有这个更快，看，哦，是那，这是玩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前面的龙也脱飘了，二 G 可以是双连跑，六二掉到第四，氮气没满，那这把记了。哎，啊，今天你飞过来，没错，当然过云海，但是干嘛还可以稳住？刚才那个弯道落地之后，其实有点减速，有点大。嗯，再踩一下刹车，哦，然后还是上墙了，铁头弯完成反超。这一幕我看过呀。